在冰隧道里面，这里也有很多冰凉。哦，看这里有个小小的洞，这里过不去了。我要把相机把它滑过去，这全是冰块。对吧？ 在我拍摄了西藏70多条冰川以后，我发现所有的冰川它都在退缩，都在减少。 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，这确实就是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。保护冰川，守望家园。 这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了，而是你我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努力做到的一件事情。